第二天实做实练课程，是不是圆满爱嘛？圆满一下吧，是不是？那你要实做实练啊，现在开始，就说你进了哈佛大学，你总要像哈佛大学学生，只要稍微有点书卷气吧，是不是？你只要先搞清楚东南西北什么叫超级生命密码吧，是不是？至少知道爱与感恩嘛，对不对？你至少要有爱与感恩的情怀吧，爱与感恩情怀啊，别的要的不多，至少有爱与感恩情怀。你就会问我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要有爱与感恩情怀？那我就告诉你，你为什么要有？因为你上我的课，你会沾到好处。你没有这两大密码，你不够格，你不够格，不用上。哎，我买票呢，我可以进去哦。买票怎么样？买票最大哦，是不是？啊，对了，买票比较大了。谢谢你哦，谢谢你哦。但是哦，刚不讲嘛，顺天而行嘛，是不是？爱与感恩如果是天地所推崇的，你既有这个情怀，一加一大于二嘛，是不是？你已经调到这样子，哇，爱与感恩坐在那边，给他一直加持，一直加持，不是很好吗？是不是？但是不，你先不要告诉我，听你说，哎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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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，没有加持。为什么没有加持？我没有热热啊，没有麻麻。我们这边不搞公庙，不好意思。我们这边加持不一定要热，不一定要麻，对不对？无感加持。就是这样子啊。哦，在超马世界里面没什么不可能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两天还在想一件事情。我感慨啊，聪明的不多，阿呆特别多。我这两天感慨什么东西？我感慨啊，你做得好，我送你颗太阳都没问题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哎，导师，你怎么送我太阳？你谁呀？你送我太阳？不好意思，我自己画的。对呀，你问我是谁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自己画的，可以吧？所以我告诉你啊，秘法的可贵。你怀疑你的老师，你怀疑你的导师，那不好意思，我画的可以吧？对不对？你真的是感佩的五体投地，那不好意思，你都感佩的五体投地了，那不送你一个还不行？所以啊，自助、人助、天助，你没有先 ready。为什么人家先 ready？ 对了，你的眼中太阳神就是那么无能呢、啊？就是没用。对了，我就是无能没用，可以吧？我就只有会用手画，可以吧？我至少还可以用手画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希望我今天点你，你要搞清楚东南西北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不要用你那个长在头顶上的眼睛。啊，认为你自己到哪里了？我先告诉你，宇宙太大了，太高太广，你在哪里？我不清楚，但是我知道我很渺小，